是来上周居家的举手，不要闹了。你第一次来吗？哦，就一位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为你解释的。上周居家是铁花村每个礼拜的第一个节目，但是它是铁花村最没有形式的演出。基本上我们，就是你准备好了，你喜欢这个舞台，你想要，你愿意。等等，好，带你的乐器就来了，唱首唱三首歌，就表演什么都可以，对。然后我们没有什么限定，就是做分享。然后很明显在期中考，所以有些学生就不见了。好，慢慢玩。现在是期中考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奇怪了，他不知道很正常，你为什么会不知道？研究生没有期中考。研究生没有期中考，你在学校走跳对不对？好像是这礼拜啊。OK。好。我今天想我是铁花村的大大，我叫大大，我是铁花村的村干事，在干嘛？然后今天我通常都会唱三首歌，对，我们一个人轮也是三首歌，好，可是我今天想唱一首很好玩的歌，也不用说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部落有一些歌叫做部落流行歌曲，歌词很直接，很挑。词意简单，然后就像那个，我不知道有一些歌啦，我举个例啊，像这个，哥哥去当兵，哥哥去当兵，妹妹在家里，这就很简单。哥哥去当兵，妹妹在家里，哥哥回来的妹妹大肚子，啊，但是我今天要唱的是另外一首，基本上唱这首歌会让我想我老爸，因为我老爸爱唱这首歌。
说亲哥哥，你说你爱我，我会永远的爱着你。曾说亲哥哥，你说你爱我，我会永远的爱着你。为什么匆匆来呀？为什么匆匆去？为什么没有一言一语？为什么来得快呀？为什么去得急？为什么我和你就这样淡淡的分？它就像这样的形式，现在的话语形容词叫很直白，对，就讲得很直接的，像那个有吗？让我教你，收到了你的喜帖，这种就是很直接了。对，我收到你的喜帖了，靠北边走，新郎不是我，是吧？很多，然后有人归咎，有人把它变成是反正。我不会讲了，就我觉得前期它有点像是那种，山林歌曲，就是到山上去工作那种的。后期它反而就像我在讲上在讲那种部落流行歌曲，对。好，今天突然想唱这歌，蛮好玩的。今天是你们自己来吗？还是？这样是组合就对了，你一个人啊？哦，真的、啊？坏，谁欺负你不爽被抛弃？哦，真的吗？所以待会你要先上来唱吗？对，等一下跟他一起。OK， 没、哦、问题呢。好，来，所以这边都熟了，小简从哪里来？台中，台中对台东而言是最远的，对，左边走右边走都很远。虽然现在有那个高铁，还是很远。台中，对啊，还是很远啊。你没有，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台北啊，从台北坐，对，还是很远啊，对，然后。这边坐南回过去，从新座坐高铁上去，对，不管怎么样都很远，对，来一趟很辛苦的，对。那、怎么会想要来提花？好，我要唱一首歌。这首歌，我今天想讲一些小小的故事。大家可以算一下，75年，对，请问75年，你可以想想75年自己在干嘛？或者很多，我知道你有，我知道你还没出生，对，75，对，应该是没错。那个时候呢，后来三个女生组合了，她们三个女生组出来以后叫做，飞鹰三叔，就是九海正一能静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还有一个叫什么？糟糕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好厉害哦！哎呦，你怎么随便就透露你的年龄？
然后呢，这首歌是裘海正唱的，但是很多人记得的印象是他是童安格唱的。随时会掉下去一样。好，我唱第三首歌。
离开，想我用你最后的温柔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何处，我依然爱你如昔。我以为你知道分离不是最后的抉择，却不敢告诉你不应该鄙视我，怎么能说服自己你离去，让我想着你，怎么能说服自己你离去，让我再一次拥抱你，倾听我此生不变的要求，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。哦，让我再一次深情拥抱你，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永远占有想你的权利，让我再一次拥抱你，倾听我此生不变的要求，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OK， 好，三首歌完毕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那个 O。兔兔不是因为换到你就可以打破杯子打屁股，不是？你摔了什么东西？好可怜的手机，带去医院。嗯，对。